欢迎大家收看那个每周娱乐播报那个娱乐版，今天是娱乐版，大家听好了，娱乐版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游戏啊，大家看见了，大冲锋啊，这个这山寨游戏啊又出来了啊，咱们今天看一看这个臭不要脸的大冲锋，然后咱们怎么模仿的，哎，怎么模仿的那个什么啊，军团142，然后进入游戏。啊，我他妈进入游戏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找能调节音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进去能不能调啊。先进入游戏吧，不废话。我那些界面也不给大家那个讲解了，也没什么意义啊，大家也都看懂了。首先找一火箭兵，啊，火箭兵啊，我出来了啊，我现在调一下声音，然后选，哎，返回游戏了啊，声音，哦，啊，还是没有声音，这是在坑我吗？有没有声音设置啊？哇，行了，那咱们就先这么着，看有没有火箭跳啊？没有啊，我白白轰了自己34级啊！跳！啊，今天娱乐版就给大家讲的简单一点，我是蓝色。好的，直接搞死啊！后面有人打我。我是刚才被喷火兵喷了。冲我兵喷完就一直掉血，啊，已经控制击杀了，然后看看啊还有没有啊，没有了啊，咱们回去吃点血。对啊，只能说啊，相比于军团要塞难度降低太多了，操作性也都没有了。大家看画面还是一般吧。我现在已经最高画面了，我开的是8抗拒者。哎，我是从哪边进去呢？哦，是出来就进不去了。那意味着出来就得死外吧。啊，咱们就继续打。啊，子弹和血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右下角都有显示。我已经杀了4个了，这游戏是有点略微的。兄弟有没有血吃啊？啊，现在我们是很多人，对面只有一点点人。啊，这里也是没有 stack， 大家不看不用担心有近点这么一说。啊，上去。好的，他把我弄死了，我也把他弄死了。我现在杀5个死1个。可以，不是从这儿出。哦，那我说刚才怎么喷的？啊，娱乐版，这娱乐版大家不要要求那么高。我们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大冲锋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状态。WZD Q 什么什么的都一样啊，没什么区别。哦，我们已经赢了。啊，现在兵力分也是，大家看到是50:37啊。啊，确定，啊，没什么可看。我现在看一眼战区，就是再看一眼角色管理，这些都在这里。火箭兵突击手就是拿着一个 M4 的，然后那里是没有突击手，这是狙击兵有，然后改为女人用，重装 heavy， 然后也是在这儿，然后这个 soldier 啊没什么太大区别啊，然后又听见了这个蛋疼的音乐，好，现在咱返回找一个人多一点，哎，算了，直接我们这边人有点少，那直接进入游戏吧，也不管那么多，然后咱们这回找一什么呢？啊，还是其实搜着是非常好用的，真的非常好用，没有假的。我直接被爆头了，我不知道这边还能上去。咱们换一个狙击手啊，这蛋疼的
报一下小仇啊，我就被这么的弄死了，你不觉得很郁闷吗？还有自动瞄准，这里有自动瞄准，兄弟们，这里是有自动瞄准的。啊，不是自动瞄准，是它开镜以后，然后它的鼠标移动速度太快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动瞄准。应该是自动瞄准。然后这个狙击手相当不好使，直接换掉，换成这种突击兵。啊，突击兵还有谷内的，啊，突击兵有谷内。哎，这比较高啊！啊，这突击兵，突击兵比较适合我。啊，但是，突击兵的威力略小，不是略小，相当的小。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爆头这说。啊，这里没有 doctor， 没有医生，啊，那就死了就是死了。这里面有打头比较伤害比较高吧，然后我也是，大家可以看击杀模式还是一样的。